谢谢，谢谢啊，谢谢大家给我一个人的掌声啊。对口相声是两个人说，现在是给你拍的啊、哦，没人拍啊，看着。对，嗨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您说的太快了，大伙儿都有这疼儿女的心啊。怎么说话呢？您这都认识，是著名相声演员驴谦。驴谦呢，都认识吗？驴老师吗？嚯，驴老师他不怕踢着是吗？于老师，于谦，啊，于谦，于谦啊，对不起，我说错了。哎，于，嗯，大家都会写，是左边一个马，右边一个户，对，这不还是驴吗？这个驴也驴啊，驴啊，马户驴吗？马户驴没有马户啊，干沟驴，干沟驴啊，干沟驴、啊、哪有驴？没有驴，没有驴，哎，没有驴这事儿呢、啊，没驴啊，今天没有驴啊，今天没驴。哪天也没有驴，哪天也没驴啊？对，那你说他干嘛呀？谁说？你说的上来说。算我没说，算我没说。嗯，哎，都认识您，走着街上都知道说相声的于老师，半熟脸，甭管哪儿来的，哎，说相声的啊，于老师是也背不住，有那个叫不上全名的来。你刚说半熟脸吗？哎，叫于什么来着？想不起来啊。于，他就站住了，啊。我还真听话呀，是怎么的？当牲口这么叫吧呀？说明大伙喜欢您，喜欢我，好，我也喜欢您呐。您啊，人很好，很厚道，应该的，挑不出毛病来。你又捧我了。整个中国说相声里边，说再挑一个跟于谦一样的没有，过奖了。除非在古人里边能有人跟您相提并论。古人里边哪人比我？司马迁。或者写史记那位啊，跟于老师一样大史学家。你想蔡伦造史术跟您一样。哎呀，郑和，郑和，郑和跟您一样。还有吗？东方不败啊，东方不败，李宇春是。嗨，对对对，韩红，行行行行行，那跟他们都没关系，都跟您一样的，差远了。这个了不起的人呐，什么呀？好人，我得念您的好处。您干嘛这么客气？实话啊，哪儿的事？实话，我是同着家乡的人，我不说谎啊。如果说郭德纲有这么一丁点成绩的话，嗨，那么完全得力于我自己。你，我很努力，嗯，对。嗯，是您很努力，嗯，但是我提醒您一下啊，哎，要不说我没关系，就别往这么比划一下，知道吗？我没说完呢。你说呀。单丝不成线，孤木不成林啊，浑身是铁打几根钉子，这话对了。没有别人的帮助，你到得了今天吗？你瞧瞧。所以我今天我面对家乡父老啊，我郑重其事的感谢一下我的夫人。这里到底有我没我啊？这里到底有我没我？有你啊。说我呀，要没有你我早就红了。哎嗨，我一直搅和来了是吗？没有，这开玩笑啊，别闹着玩。嗯，你这么说他没事。那是，你要说别人，别人该告我去了。他没事。没事，厚道实在。嗯，我们哥俩跟亲哥们是一样的，有交情，对我是真好啊，应该的啊。就这个出了进去老提醒我，您擦擦汗啊，挠就汗，嗯，别拿风拍着啊。是前些日子在北京演出一赶了，嗯，发烧，带着我看病去，病了，楼上楼下打针吃药，忙里忙，一脑袋汗，嗨，咱们受不得，咱说良心话，你瞧，你亲儿子又怎么样？哎，这叫怎么说话呢？我受不了。我给买双鞋是怎么？什么呀？你带着吹个头去是吧？得了得了，你拿我当儿子了是怎么的？我不知道我怎么表达这个心情。那也没有您这么比喻的。真好啊，天热也是如此啊。啊，天凉天热都很照顾。是，天气一热，我这算要了命了，怕热，我不敢出屋。是，开空调坐屋坐着。啊，找我去了。嗯，走，
带你运动运动，出点汗，哎，活动活动吧。咱们上那个游泳池去游泳去，多好啊！我才不去呢。为什么？游泳池脏。游泳池怎么会脏啊？好些人都跟里边尿尿。谁说的呢？都尿，知道吗？是吗？我不去。啊，他劝我，那怕什么呢？嗯、啊，许他们尿就许咱们尿啊！咱也干这事儿去啊！我说更不去了。啊，我也不会扎猛子，我也不会憋气。嗯、啊，你说万一再齁着我呢？是吧？哎嗨，哪至于这么闲呢？你知道谁糖尿病？嗯、甜口的了都是。不去。嗯、啊，他自个儿去了。嗯、啊，高兴啊。也是天热，嗯、啊，游泳池里人多着呢。那是，哦，大姑娘小媳妇跟那儿洗游泳那儿游，她站在池子边，太好了。嗯，天太热了，带、嗯、老朱也洗洗吧。对，什么呀？当当当，你当当干啥呢？别的，我到盘丝洞了，是怎么的？哎，我记得电视剧有这画面。那是猪八戒，跟我没关系。在那儿玩吧，游泳吧。下午3点给我来电话。嗯、啊，德刚，你带2000块钱赎我来吧。怎么了？尿尿让人逮着了。嘿呀，我真没溜，真干这事儿去了。看看，我得去啊，交钱带他出来。啊，我是没这样的，师哥啊。是啊，够10000人跟里边尿也没逮着过啊。啊，你怎么回事呢？啊，嗯嗯，他们都跟池子里边尿的，我呢，我站在岸边尿的。啊，我太傻了吧我。我不至于，实心眼的人，那叫啥？过了没3天，又给我打电话，还干嘛？你带2000块钱赎我来吧？怎么还赎？尿尿又让人逮着了，这也太笨了。交罚款带出来，我说你疯了。说说吧，你又站在岸边尿的啊？我没有没有，我这回是在池子里边尿的。那怎么会让人逮着了？上回罚了几千块钱，我挺生气的。啊，一上火呀，我那尿是黄的。嗨。这玩意儿我也没敢啊，站着原地尿、嗯、我一边游一边尿，带红箍的看见了、嗯、哎，逮那飞机拉线的，我自己画条线让人逮我去是吗？这是说明您实在，您那捧过了，大伙儿都乐了啊、嗯、我解释一下吧，解释一下、嗯，说相声说的都是编的，开玩笑。刚才这是真的，行了，还真的。我就是反正不好活动，嗯，但其实我个人来说吧，我自己业余活动也挺丰富多彩。爱好多是吗？我有时没事跟家，比如你练练毛笔字儿。哦，好静，这个也行啊。书法，颜德墨、天宝，比如跟这写字儿，嗯，不也是陶冶情操吗？那是好啊，是不是啊？当然啊，画画。哦，跟屋里反好静不好动，水墨丹青什么的，我喜欢这个。啊啊，有的时候你真品你弄不着，是你买点那个人家出版的那个，嗯、啊，你照着学着画，那叫临摹呀，陶冶情操嘛。对，我最爱看的就是那个谁呀、啊？那个是大作品的叫，叫北宋有一个大画家叫张择端画的、啊，有这么一位，哎，《清明上坟图》啊，嗨、哎，就是宋朝啊，清明那些个寡妇啊，就是啊。上坟上的哭，您说这小寡妇上坟，您给画下来了，知道吗？那我就好画，画画画多了做旧，做旧，然后拿出去卖去。您做假画？不是，你这艺术品嘛，工艺品嘛。哦，哎，做旧看着跟真的一样啊。是吗？黄焦焦的，净外国人买。哦，买完回去挂屋里边。是，有时候卖完还找我来。干嘛？那个前2天买您那画啊，屋里挂好了，这2天下雨，怎么屋里骚气味的呢？啊。您撒尿做旧来了？做旧嘛，做旧。您也上火了，知道吗？对。我才不往心里去呢。哎呀，嗯，陶冶情操，就这个呀。喜欢那个，我喜欢那个。我有时候爱看书，爱看书是好习惯。天文地理，嗯，科技，好，有关科学的那个我最爱看。是啊，我科学的书，科学。想啊，喜欢。你说有一天我要是能成一科学家，多好。您说科学好不好？科学家，科学家啊！我研究一太空飞船，自己啊！你说那个多高科技？嚯、哦！买点铁皮啊，当当当当一打，打成太空飞船。您这做烟囱呢是怎么着？太空飞船买点铁皮做呀？是薄厚的都有，薄的厚的啊，弄好了，在时空隧道里穿梭。想的还真好。做好了，关上门，在里边把插销插上。时空隧道里还有插销呢，桶钥匙一开。啊嗯，
开着我的太空飞船，在时空隧道里穿梭，两边呢电线杆子唰唰唰。您这不是在时空隧道里穿梭啊？您这黑胡同里开摩托了，是吗？总爱打击人，没意思啊！废话，哪有电线杆子？这时空隧道里，我这个想象，想象啊，没事就多接触吧，多接触吧。那倒是，眼界开阔呀。啊，没事上网聊天，好说相声呢，接触的都晚。是，好些说相声家里连电都没有，现在知道吗？啊，咱们最早接触电脑，好啊，跟网友聊天，下载国外那个大片看。哦，您还喜欢？有一外国大导演，你知道吗？嗯、斯皮尔胳膊。对。我就耐他这个，您知道吗？最好没有大腿啊，这那都外行人笑话。谁笑话？斯皮尔胳膊，斯皮尔伯格，伯格。对，外国人名字得调过来。这已经调过来了，这个还调一次干嘛呀？还一条胳膊呢？不是掉胳膊，知道吗？那条哪条？一胳膊。人就叫斯皮尔伯格，斯皮尔伯格是吧？对了，我就爱看他拍那电影，是吗？好，那叫什么？那个大片，你说一头猪的故事。斯皮尔伯格拍一头猪的故事，你都没看过。翻译过来之后，后有续集，是吧？另一头猪的故事，对，大导演拍两头猪啊！今年春节那大续集出来了，叫《两盆炖肉的故事》，把猪宰了，这是。嗯，我就喜欢这个，是吗？没事看看这个，长知识啊！那倒是，别老在屋里待着啊，适当的可以出去玩一玩，那叫旅游啊！可以啊，是啊，陶冶情操嘛。嗯、啊，我哪儿都去过了。啊，我不是我跟你们各位吹，我都去过了。去过哪儿？哪儿？你看东三省咱们去了。东三省好。自古常言说得好啊，东三省出美女。对啊，东三省出美女。对呀、啊，我在全国遇见的美女基本都是东三省的。您没去过什么好地方？陶冶情操嘛。是啊。您就靠这陶冶情操啊？对，陶冶情操。嗯，苏州、杭州那地方出美女，苏杭出美女。对，这是古话，对吧？嗯，盛况。盛况，你看这坝周边上啊，盛况。嗯，盛况出美女和螃蟹。对，这都挨着吗？这个，四川，川妹多情。出美女。湖南啊，湖南美女甲天下。您出去没别的事儿了吧？陶冶情操吗？您看点别的好不好呢？您有什么可看的？哎呀，就剩这么一个，你太俗气了，你这人。我呀，太俗气了啊！我哪儿都去了，是吗？云南，云南，嘿，云南我去了，是吗？啊，风光秀丽，少数民族居多。对对对，走了云南街上，心旷神怡呀。好啊，嗯，当了当滴当，当了杆儿当，滴个滴杆儿当。行了啊，得了，哎，这个。西游记是在那儿拍的倒是，但是满大街走猪八戒也不成，知道吗？旅游嘛，旅游您自己不用配乐，哎，就高兴。对过来俩女的啊，大哥看跳舞的吗？哦，什么舞？啊，民族舞。好，走去，走，该干嘛干嘛去啊。怎么了？北京见过、哦、有见过不穿衣裳的吗？不穿衣裳我知你哪民族的。哎，啊，太对了。没法辨别那个，陶冶情操，知道吗？啊、还要钱，嗯等，主要是为要钱。这个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那高兴。少数民族居多啊，对对对，这个这叫什么？西双版纳他们那块儿、啊，就出那个少数那个啊，那叫什么？傣族的啊，傣、啊、族的呀，是傣族吗？就这族里不剩什么人了吧？这个，讨厌了，讨厌了，傣傣族的，傣不就逮着了吗？这地方不通用，知道吗？啊、不通用，什么什么傣族傣？对了、到处都是那个傣人啊！哼，好嘛，一个好人没有了。你这傣族人，你说明白了？对呀、啊，不傣族人吗？傣族人，不这地儿人没溜，感情啊？怎么了？呼，拿水哗哗泼人啊！哎、这泼水节，呼，还有人泼我？是啊，张嘴就骂街。哎呀，您这干嘛？泼水节对，给您泼水那是祝福，都拿开水泼。您这是给那两盆炖肉的故事做准备呢？你很三俗嘛？废、哎、话，有拿开水泼的，泼我讨厌恨的吗？我不看你们舞蹈，你们就泼我啊！记仇，讨厌，讨厌。嗯，我这是
小地儿，哦，港澳台咱们也去了啊，那好地方，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去过吗？我没有。哎呀，是，晚死去，快去死去！什么呀，我就死去，快去！没去过那儿，我就死去。咱们都去过香港，那去，哎，香港去过，香港我去，我准备过些日我去啊，那儿有新建一公园。什么呀？就是那个跟美国那卡通片什么米老鼠、唐老鸭那个弄的、啊、对对对，那个比基尼公园。我没上比基尼去过啊。是啊，我这回我探索一下，知道吗？哎、我告诉你，那管得紧着呢，那我花钱了吗？花什么钱啊？啊，迪斯尼乐园。迪斯尼啊，比基尼是三点式，那是两码事。我说的呢，嗯，啊，迪斯尼就没什么意思，不去了。那陶冶情操多好，那买张盗版盘就看了。是，您也就看看这个，不看那个、嗯。我台湾我也去吧。哦，台湾，哎，去哪儿了？台湾有个日月潭，知道吗？有啊，有名。日月潭，嗯，我弄点止咳糖浆，我上那儿卖去。嗯，干嘛？喝完我这个日月没潭了。您上台湾化痰去了是吗？这个、不咳嗽不喘，谁喘了？哎，还有一个那叫澎湖湾，有啊。你要疯了是怎么的？这澎湖湾我是很了解，怎么呢？因为过去有一个那个唱杆的演员呢，唱杆的呀，他不唱肺是吗？唱杆杆星吗？歌星啊，对，歌星刘文正，有刘文正都知道吧？对，文字的刘文正、苏文茂、魏文亮、张文顺、李文山、邢文昭、王林，有文字的人不跟说相声往下排、啊，知道吗？刘文正唱这澎湖湾多好听啊！是姥姥的澎湖湾是吧？外婆的，外婆就是姥姥，那也不能这么用啊。怎么唱的？你看，啊，哎，来嘴边挂着，哎，你先起来吧。哪儿啊？想不起来那个，啊，那个，晚风轻拂澎湖湾，白浪逐沙滩。那还对，唯有椰林缀斜阳啊，这是一片海蓝蓝。等等等你的，哪个哪个等，一个一个等。刘文正是唱二人转的是吗？我就确实我就爱听那过门这个。当当当！您主要还跟《西游记》有关系，知道吗？我就爱这个、爱这个。说点别的，还有那个闹门，闹门，闹门啊！您挠门去了吧？您哪儿闹门？我打死你！废话，什么闹门？就是澳门，澳门，对对，澳门，对，我上那儿赌博去。啊，赌场多，赌场居多。对，那比这屋都大啊！啊，灯管一溜灯管，都灯管啊！谁说的？正当中有一桌子，有一小姐跟那发牌。对，我跟那黑社会，我们俩赌钱，跟黑社会赌钱。他站那，我站这，一人后边站四个人，您也西装白衬衣，打领带啊，牌出完了、嗯，我们俩一块开始，嗯，摁枪。三局两胜嘛，两波黑社会这跳房子呢，这像话吗？要不少少少下，那不，没有这个。我喜欢，我就喜欢，就喜欢这个，爱这个，嗯、啊，玩呗，豪赌呗，豪赌，豪赌，嗯，啊、这都国内啊，是我最喜欢出国，啊，外国玩我爱吃西餐，你知道吗？哦，那还行，掖好了那布，记得了，嗯，一手刀一手叉，对，外国那小肉饼，嗯，切开了里边有里脊，对，知道吗？撒孜然，抹辣酱，我一能吃四个。我这，您拿刀叉上那儿吃烧我们家里脊去了是吗？来碗倒炝锅的面汤，过俩果，哼。您不是爱吃西餐啊？您这整个一个北京的那个早点，知道吗？讨厌，讨厌，我就喜欢这个出国、嗯，看看国外风土人情啊，陶冶情操嘛。啊，这也陶冶情操。你没去过吧？没有。你快走去吧！我什么呀？哪儿都没去过。是您这，您这辈子白活，真的这辈子白活。我就听您介绍就够了。美国去过吗？刚没去过。完了，美国见过吗？有一标志性的建筑，什么？举火把那个啊，自由女神像、那个。对，神像啊，人家没病，知道吗？没病，老那儿站着。什么呀、啊？自由女神像，记得吗？举着火把。是拿本书，就这姿势。你说你不服人家美国人怎么了？人家这个上进心啊，啊听见了也得看书啊。嗨，根本就没那份意思，不给人理解。就喜欢这个是吧？啊，他们有人问我意大利去过吗？我就不去。怎么不去？我不乐意上意大利。为什么？意大利两大土特产，什么？第一是黑手党啊，黑手党我见过。怎么？我在澳门，这嗨。
玩过牌，是黑手党玩的这东西。第二个，他那个斜塔，比萨斜塔，比萨斜塔有意思吗？怎么没意思？歪着个肩膀跟那站着啊！我跟张文顺那么些年早看腻了，知道吗？哎，对，嗨，张文顺是比萨斜塔代言人，对了，我都快看吐了，我不看。看那鞋子就恶心了，现在。哎、西班牙去过吗？那斗牛啊，你去过吗？我是没去过。哎、你快死去吧你！你死去！你老问我干什么？西班牙呀，大，你比这个屋大。大伙儿都坐边上，正当中啊，啊人家不坐人啊，跑那牛。对呀、啊。哎，当当那当底当当当当啊，那个那个当。这牛非跑乱了不可，这什么音乐的？就过来了啊！牛大耳朵，大耳大长鼻子那牛，嗯，一边儿呢。好一大长鼻子大象啊似的，对你管那个去了、啊、这边人家斗牛不是一个人啊，多着呢，他不是一个人啊，对，黄健翔教给我的，他不是一个人，嗨、啊、人家都不爱、哎、我就说这意思 啊有帮衬的，什么他跟这儿啊，他拿块布，对，他拿块布斗牛挡着牛啊，是，哎，旁边有那一块帮忙的，对，他这一抖楞、嗯、旁边这帮喊、啊、掌柜的别让了，再让就赔了，这帮说相声的哪儿都去感觉上那儿说帮说活去了是吗？就说这意思。西班牙就说相声。埃及去过吗？你别老问我，我没去过。我一猜就没去过。有个那个，啊，死去！我招你们惹你们了？没去过还不死去？没去过就死去啊？你死埃及去！哎、您这。就前面这几番他像去过的吗这个啊，我去过，我就爱、啊、你说说埃及，埃及好玩、啊、怎么埃及，但是我不乐意去，嗯、啊、他们歧视妇女，怎么歧视妇女、啊、还有一个狮身人面像，对呀、啊、都狮身了还弄个像糟践人家，哎呀嗨，不合适，不合适，什么呀这个，还有那个法老知道吗，木乃伊拿白布裹着那个，是，嘿，那个好啊，怎么了，你说那样好些年了吧，说是不少年了、啊、很多年了，这你说我扛出俩搁在沈阳道，我发财了，不能老搁着扛东西啊，我偷出俩来，行，别偷了啊，前些日子您就偷俩兵马俑了知道吗，啊，是吗，我不记得偷俩出来吧，偷俩，人家也有数，晚上还点数呢，全太高科技了啊，67到，还到68到69啊，那儿了，那儿呢、啊，这是我扛一半，这是扛到那儿去了，别让我费事，自个儿回埃及啊，这都有数知道吗，埃及有点意思啊，有点意思、啊、埃及有点意思，埃及那没这 没什么太大的好玩的地儿、啊、我泰国我也不能去，泰国为什么，泰国我害怕，为什么，我们说相声的老艺术家范振钰上泰国去了，到现在还没回来呢，怎么了，刚下飞机赶上政变给弄起来了，嚯、哦、因为什么，说让他当娘娘，这泰国太不开眼了吧，这个到现在没放回来知道吗，是啊，不去了，法国怎么样，法国很好啊，好 啊法国是一个很浪的城市，对啊，我们就说我们别说了啊，很浪漫的城市，慢点浪，你这浪的就不慢了，这个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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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客气了，就是浪漫的城市，法国很有名的那叫什么凯旋门呢，啊，对，都看过吗、那个？标志性建筑，这咱们要弄过来啊，给那头气死啊！嗯、跟这边烧砖，小景德镇，谁给起的名字？这是啊，小改砖窑了，给人家凯旋门。他们还有一个那叫什么来着？啊，那个那叫卢浮宫啊！啊，对，有的卢浮宫，去过卢浮宫吗？没有，别让我费事，嗯、啊，我死去。我不死去，您说得了。等我说完再死去，等我说完再死去。您说吧。卢浮宫挂的都是名画。对。齐白石的居多。对。啊，大白菜、萝卜、铁链、茄子，画一颗白菜卖好几十万。能画得好？你说这要他画一个长春道菜市场啊，那了不得了。有画菜市场的吗？这个。太好了，我就爱看齐白石的画，啊，白菜啊，茄子萝卜呀、啊，啊，鸡蛋韭菜呀、啊，是吧，肉末芹菜啊，啊啊，羊肉白菜呀、啊，是吧，牛肉胡萝卜，齐白石净画馅儿是吗，我管你管着吗，你管着废话，你说的就是馅儿，你哪儿都没去过，你还这个那个知道吗、啊、没事出去看看去吧，我是打算出去看看，你老跟家里死没意思知道吗，我外边死去是吗，你外边玩去多可乐，我那会儿玩去，你看咱们接长不短旅游去了，
啊，哎，我到哪儿都头等舱。坐飞机，坐飞机我必须是头等舱。好，除非他们把我轰出来啊。哎，一回头等舱没坐过。谁说的？老轰人买票那儿写着了啊，头等舱、商务舱、公务舱，站票是吧？对，都有站票是吧？飞机还有站票，花钱买，买完了。你很少出国，我是没出去过。哎，拿着票，我跟大伙儿普及一下啊。嗯、啊，出国，我那回还出国了。嗯、啊，俄罗斯，哦，上俄罗斯，我喜欢俄罗斯啊。是吗？有一歌夸他吗？叫俄罗斯上好风光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。噔噔了噔滴噔，噔噔噔，你个样噔。您上俄罗斯扒火车去了是吗？扒火车干嘛呀？废话，铁道游击队的歌的。买票上俄罗斯啊，到机场先过安检。对呀、啊，安全检查，它有一门啊，挡着过啊。对，站着先把扣都解开啊，这么亮着。不，你人检查你，你带着水果刀，嗯、啊，带着什么枪？是，带着方天画戟啊？带这干嘛？带着什么大砍刀？不让过啊，不让过啊。废话，不让过。你解开了，回来跟这等着啊。人空姐过来吞裤子，啊，吞裤子。万一你要带着狼牙棒呢，是吧？往哪儿藏啊？这东西是废话。你高科技你是吧？啊、嗯，查完了没有？记好了，走里边去，走，别急啊，都有座，都有座啊。啊，哎，往里边走，头等舱。嗯，头等舱是飞机上最好的位置。那是，坐在前面也宽敞。嗯，坐好了，空姐端热水过来了。干嘛？先烫脚。哎，对啊，飞机上烫脚。哎，烫脚，高兴，等着。嗯，一会儿功夫，空姐过来了。是，劳驾几位，下去给推一下吧。怎么了？打不着火了。好嘛。多悬呢，这下来好几十人推飞机啊，当当当滴当，里边里边当啊，里边里边当，一帮猪八戒推飞机，多难看呢！您这姿势，讨厌，不用配乐，这一使劲，怎么了？走了啊？我们怎么办？哎呀，回来！你要不推他，他就走了。走了啊，走了，飞机上就安排我们等着啊，上贵宾室那儿等着去。是，等着等着等着，一会儿人那儿喊了，您乘坐的 K1546 架飞机已经丢失。嗯、对啊，要不着的请与前台联系。谁满是捡飞机去？管他那个去，等着吧、啊。一会儿飞机来了，上飞机。来了，坐飞机上坐头等舱。嗯，奔我心爱的俄罗斯啊，去吧，心爱的俄罗斯。嗯，俄罗斯上好风光。行了，弹起我心爱的，别唱。山东枣庄这点事儿您忘不了了，知道吗？讨厌，我就喜欢这个。我到俄罗斯，我一看我痛快呀！啊，冰天雪地，高兴。哦，当地出那酒啊，那么大瓶儿，高度的，对，四百来度，来吧，四百来度，喝，喝完了上警察局口骂街去。嗯，您这不是找事儿？好玩啊，多可乐啊！跟谁玩啊？他给我关在站着那笼子里边站着，站笼一站站一天，我很痛快。你别人旅游团你去了，你没我这待遇。废话，我比你们多玩一景点儿。您拿战龙当一景点儿了，这多可乐这个啊！什么可乐、啊？放出来，一人跟街上走，当当了当你当，当个当个当。不用配乐了，走着走有迷路的时候，找不着了。俗话说得好，林子大了，哪国迷路都有。嗨，这怎么走啊？啊，我也很着急。您记住了啊，在国外迷路了找警察。对，哎，我对过来警察，嗯，老驾扫清道，警察也客气啊。先生去剩过地方，嗨，什么味儿这？先生上那儿去 啊, 啊！我呀迷路了，我回那儿、啊，我住你看，我写个条这儿，我怎么走？您看看。嗯、啊。哦，您是想听真的，想听假的？怎么讲？真的怎么说？假的怎么讲？嗯、啊。真的100块，假的5毛。那俩价。真的100块，假的5毛，咱得听真的。对呀、啊。给了100块钱。是。接过去乐了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不知道。